虎扑9月4日讯，根据记者 Mark Steen 报道，消息源透露，勇士主教练史蒂夫·科尔已经买了票，将在当地时间今晚到美国网球公开赛现场看他的朋友罗杰·费德勒。勇士和费德勒曾在去年10月在中国相遇，费德勒曾在2003年至2007年完成温网五连，2004年至2008完年成美网五连冠，2009年法网完成生涯全满贯。